现金。嗯。现在是20了，跟你不一样。工期是3。这都是算好的，他到时候知道吗？嗯，到时候你给他，你给我说一下公式，怎么算的？啊，就是查，除以一下，查每一个是两台嘛。啊？然后你这个什么直径的地方，当时他啊，你直径啊，对，你直径啊，对。嗯，其他不用改了哈。不太好弄，最好是弄个卡扣，这样一点一点弄吧。这中间要是有一个跟一个螺丝上的也行。把螺丝也麻烦，就弄个卡扣就行。一卡就行。